终于用，还好我清楚，我质感欠奉，不断讲最高气，不欲讲到不羁。专家专家，高声说明，舆论我四正 ，but I don't care。还是你怕你冇话题讲，宇宙唾弃你问你，收声多谢，收声。唔该晒 Candy， 哇！今日 Candy 俾我感觉啊形象完全唔同晒。Hello，Hello， 我知道你都系我唔敢讲刻意嘅铺排，但系决赛用咁样嘅形象见大家，你都系你其中一个目标或者心愿嚟，系咪咧？系，因为其实参加造星，其实最想一直幻想嘅表演就系一啲好型格嘅 performance 啦。咁但系之前可能譬如我好得闲啊，少咗人啊，甚至 nobody 都系一啲可能性感啊、青春可爱嘅 performance， 就系未试过型格，所以我就决定喺决赛我要做我自己最想做嘅嘢。咁啊，型唔型啊？可以去到今日咁型，你都有啲人要多谢系咪啊？首先好多謝 Alfred 導師啦，仲有好多謝花姐，因為如果唔係當初紅綠燈咁樣，佢直接指出我嘅問題，可能我唔知道我嘅問題喺邊。同埋最後，我好想多謝今日嚟支持我嘅屋企人，多謝我嫲嫲。紅綠燈咧就係、是、Candy 話，連自己嚟比賽，我問佢咦點解你會唱紅綠燈喎？其實當時我連概念都冇。即係點為之好與唔好都，我覺得唱隻歌咪係咯。但係經過呢幾個月咧，佢對表演絕對有一個新嘅諗法、新嘅概念。我諗大家都由當初嗰個紅綠燈嘅紅燈，見到你今日咁，都應該俾綠燈啦，係嘛？好，多謝曬 Candy。多謝。啊，跟住嚟呢位參賽者咧，佢都為我哋帶嚟唔少嘢㗎。成個比賽，佢為我帶嚟好多原創嘅元素嘅。佢就係 CK， 交台俾佢。